今天这道红烧八爪鱼太好吃了， QQ 弹弹非常入味。先调一个酱汁，炒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水开放将啤酒八爪鱼焯水备用，油热下姜蒜爆香，再下八爪鱼翻炒一下，然后倒入料汁盖煮五分钟，煮好后倒入辣椒炒至断生，最后放葱段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